知道，女人结婚是为了什么？不晓得。他爱的不是我，他爱的是孩子。夕阳下，我遇见了。冷静一下啊，冷静一下。一朵花。大家休息一下。公事忙完了。你来干什么？以后没有我的许可，不许任何人进来。该你了，快点去吧。就现在报告晚间新闻。唐先生，他怎么会对夫人那么……好了，不要紧。啊，到底要不要吃嘛？都快融化了。哪有女孩像你这个样子叨叨不休的？你应该学学夫人。夫人是夫人，我是我，我为什么要学她？离婚书早就写好了，你签字吧。你的名字在上面，我的名字在下面，我不签。天底下的男人呐，十个里头啊，有九个是贱骨头。我知道你还忘不了他。你为何安慰他？我喜欢你。他是他，我是我，我怎么能跟他比嘛？太太不是个生孩子机器。女人不是被闷在家里，你有你的工作，我有我的事业，你有你的前途，我有我的人格。